跟你说，我要是能稍微就能起来一点儿，对面的猴他都玩不了，我让他酒桶来抓，两个人全得死。我该主动叫打野过来，我也不说话。叫打野也没用，因为对面是两个人。而且打野想干嘛，不是说你叫他他就能来的，人家有自己的思路，你别给人整乱了。对面的技能可有点多呀，千珏配宝石，我操！这把就不跟他拼了，让他推吧。我好像少了一个兵的经验。三混三，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我谢亏，我为啥谢亏呀？怎么老我谢亏？我干哈谢亏呢？我回回都谢亏，我为啥谢亏？俺俩兵线一样的，我凭啥谢亏呀？人家就不谢亏，我就回回都谢亏。我不是谢亏，你是肾亏。我发现，真的，我每回一支援你谢亏，我也不知道我谢亏啥玩意儿了。这助攻没有就没有呗，三换三有什么好亏的呢？
正常资源嘛。多兰顿是真不行啊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这都差一身血。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拼得过这狮子狗。很明显不能，凭啥呢？哎，上路啊，这每把打的都这样。推兵线被抓，不推兵线被越塔杀。怎么整呢？小反甲其实可以出啊，这个提议不错。感觉我又要让人给抓了。简直是奶死了！这蓝枪放大招清兵线还行哈。队友应该要入侵一波野区吧？不入侵，不入侵，我回家了。这波还行啊，这波不错。这波不错，哇，600块，我操！
哎，真的很烦，他打我一套就半管，第二套吧，杀他打他的时候有点慢。还行吧，这属于五五开，可以接受。兵线还不错啊，没进塔。就是这波好像是要进塔了呀，最好是别进。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快点上线，我都忘了我要出什么装备了。背心儿，哎呀，背心儿算了吧，一会儿再出吧，先来个布甲鞋吧。布甲鞋我感觉也行。破败确实是有点恶心，哎，好痛啊！吃个炮车经验，哎呦我操，暴击了，你说有些人，你说你看不懂我给你解释，是不是你要看不懂我可以给你解释，我又不是不能给你解释，我为啥没出背心儿？我看上路兵线马上过来了，我出了一个红宝石，我一发现我出错了，我都已经出门了，我已经撤销不了了。完事儿我没有出小反甲，跟我说让我出小反甲，猴哥最近头太铁，我是头铁的问题吗？我撤销都撤销不了，怎么出？啊？怎么出？为什么没意义啊？神经病，真的是！这他妈一个军事局硬生生又给我整成烈士局了。本来他四个头，我两个头吧，还行。现在变成他六个头，我两个头。往上路靠。
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진방알려줘他关键他还叫我猴哥，你算没出来就没出来呗，还猴哥最近头太铁，我怎么就头铁了呢？我就没明白头哪里铁了，兄弟你说，哎呀真他妈难整，打一半呢都没打咋样呢，又开始这个样子，这还不是输了呢，这连输都没输，白走。千珏可挺能跑啊，小心点狮子狗吧，我感觉他能跳你，他没跳吗？啊，有沙漏，那还行。这波卡特收割起来了呀，我们这边属于四打四没打过，黄鸡没来，那狮子狗其实也没来，四打四。W 不交，千珏应该能杀，不出去了，他破败我打不过他。对面的阵容其实挺恶心，宝石加千珏双大招，看黄鸡吧，保着卡特其实很恶心，黄鸡如果让卡特杀了我们游戏结束，给别人还行，别给卡特，给卡特直接游戏结束。哎，走吧，不行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哎呀我一件套他两件套，有点难搞，这把 C 不了，得看着鸡的了，我没有大，眼儿真多呀，兄弟我可没大啊，这大开的好啊，这千珏，卡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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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好像能大龙，可以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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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龙被抢了，抢抢吧无所谓了，给他们了，大龙拿下基本上已经拿下了，哎这蓝枪好像能杀，你们去我把这蓝枪杀了，你们去我把他杀了，打得过他不
打不过他，你这扯犊子兄弟，我就再不行，我这把这蓝枪我还打不过他吗？该跑上路去了，没事，我把他杀了。对呀，对呀，闪现下来跳楼。哎，我最近老被抢龙，不行，抢太菜了，兄弟们。抢龙不叫菜，抢龙叫运气不行。确实，那运气不好。这不我杀他，你枪哥没往我这儿走啊？枪哥从上面下来了，枪哥从上面上来想抢楼，直接死。再下来，来来，我把下路带一会儿。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出一个好装备再回家。他开大了，哎，他怕我打他，直接开大跑。这个人，哎，这个人，哎，兄弟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怎么怎么给你秒了？我这波以为我盾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被我的盾骗了。哎，他这闪现。我被我的盾骗了，猴哥，这波我被我的盾给骗了，上当了呀！要没死的话，可以推，感觉可以再推个高地。卡特没大，节奏，哎，这波节奏其实不太好。nice 啊！呀，吓我一跳！狮子狗，我死死吧！你能把他俩都收了吗？八秒活卡特。死我一个，死他们家俩，没事。哟，闪现可以啊，闪现不亏。我走出来吧。你来吸点血，我们小龙吧。这条龙魂不太能丢啊。来了，还有三十秒。其实我跟你们说呀，为什么我要跟十七排，你知道吧？就因为虽然他不帮我，但每次他都能莫名其妙的起得来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说明这打野玩的溜，就是无悄无声息。哇，瞬间爆炸！剩个蓝枪，剩个卡特，应该能拿下。我觉得应该能拿下。
是。拿下。这把能赢，纯粹就是阵容好，我跟你们说。真的，这把能拿下，纯粹就阵容好，拿下。